我跟你说实话，小麦，我觉得那个杰森不合适。我感觉我跟谁在一起你都会觉得不合适。你得多为妞妞着想。你看杰森，他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也不是一个好丈夫。那你是一个好爸爸吗？你是好丈夫吗？你可以跟别人结婚，你可以跟别人幸福，但是你看不得我跟别人在一起。萧雨山，你这是什么心态？你还在乎我，还是心胸狭隘？ 心里有那么一点点醋意。所以怎么想吧，嗯。这个周末我跟杰森去英国见他的父母，要是顺利的话，我们有可能在英国定居。不行，我不允许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没这个权利。那谁给你的权利跟我离婚呢？我觉得这件事吧，你应该尊重田小麦的选择。我尊重他什么呀？现在洛杉矶、旧金山离得这么近。 都已经搞得妞妞跟没有爸似的，到英国还得了了？我绝不同意。反正我要把妞妞要回来。谢谢啊，你怎么想？我没意见啊。如果你想把妞妞彻底要回来，我带当然没有问题。太太回来了。哎，蓝色的。你找什么？Grab something upstairs.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needs. OK. She fell off the table. 就你一个人吗？我订机票，马上过去。这么晚呢，还有航班啊？最早也得明天一早吧。我开车过去。哎，你开车去，比坐最早一班航班快不了几分钟。你这样火急火燎的，容易出事儿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冷静啊？那是我女儿。